能不能不气我了？我哪气你了？我跟你正常交流。你刚刚的话是人说的吗？我正常说话，你一点就着啊！气得我心砰砰跳，真是。你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你不应该一瞬间你烦恼全忘掉吗？并没有。我跟你说话怎么那么煎熬呢？对呀、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吗？每一分每一秒，火在烧。你看你烧成灰有多好呢，你得叫思念的不要吵。我相信你现在已经快要把我忘掉，跟寂寞再和好。和你妹也和。那你笑了没有？笑，你又沉默了。沉默其实它不是代表你的错，分手它也其实也不是唯一的结果。我只想再听一遍，你依然爱着我。抖音。